第五题，同一面鼓，小明一秒钟敲击一次鼓面，小美两秒钟敲击一次鼓面。假设力道完全一样的情况下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老师上课强过，东西有所谓的特有频率，钢琴按一声是哆，按两下是哆哆，它的频率并没有发生改变。所以呢，一秒钟敲鼓一次鼓面，跟两秒钟敲鼓一次鼓面，它发出来的频率是一样的，音调是一样的，所以不会有谁比较高亢或者低沉。所以选项 A 说小明的鼓声听起来较低沉，这是错的。那因为我们用一样的力道去敲，它的振幅是一样，响度一样，声音的大小声一样，所以它能够传播的远近也几乎都是一样。所以选项 B 说小明的鼓声振幅较大是错的。选项 C 说小美的鼓声可以传得更远也是错的。而只有选项 D 两的鼓声音色几乎相同是对的，因为它是同一面鼓，所以它敲击出来的音色应该几乎相同。第五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两者的鼓声音色几乎相同。